昂贵的美食并不稀奇，高 CP 值料理才算是美食之最。来到台南这个美食古都，不得不尝尝这人间美味盛记软骨饭。店内空间不大，却总是人满为患。他们家的软骨饭，软骨肉卤得非常入味，却不死咸，中间那近乎透明的骨头入口即化，很难想象原本是骨头，让人不得不佩服老板的功夫。此外，配菜也丝毫不马虎，芦笋丝和底层的豆芽菜在软嫩的肉中带入爽脆的口感。喜欢吃面的朋友也有软骨汤面与米粉汤可以选择，下回来台南不妨尝试一下这古早的好滋味。